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国际绿色能源博览会的现场，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有着全球领先的高性能太阳光伏产品的 GA Solo 的王经理。你好，然后请您介绍一下 GA Solo， 然后并告诉我们这次展会参加展会的目的。GA太阳能呢是全球领先的晶硅产品制造商之一，我们。 以优越的技术呢，领先于同行业62个月。我们在2007年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，到现在为止累计出货10个吉瓦以上，在上下游都得了很好的突破。我们已经建造了全球化的营销网络，期待能够跟。 全世界的同行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。我们这次来到韩国呢，我们是因为在韩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基础，过来呢主要是见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同时畅谈一下今年的全年的一个合作计划以及对未来的一个展望。谢谢。那您这次参加展会主要展出的展品是什么？然后及其特点。 请您介绍一下。我们这次展出的产品是我们新一代的技术，主要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组件。这个技术突破了现有技术的一个瓶颈，转化效率可以达到18.5，这也就是说，基于现有的技术领先同行业6个月基础之上，我们又可以领先至少1年的时间。在这个产品的可靠性更好，效率更高。 这样呢，我们又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，这样的话，对我们将来的市场会有充分的信心，希望能够引导一次新的革命，新的技术的革命。那你请您介绍一下 GA Solo 的长远目标。GA Solo 呢，长远的目标就是生产，可靠，高性能，低成本的太阳能产品。 让我们共同分享来自于太阳的福利，能够大家能用上清洁能源，减少对这个世界的污染。谢谢，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然后也希望 GA Solo 能够越走越好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